二零一九年六月，英国前首相梅伊辞去首相与保守党党魁的职务。那保守党在七月呢也举办了党魁的选举，前伦敦市长哦，江省，嗯，六十六 percent 的得票率胜出。好，由女王任命为什么首相？好，这也是象征性的啊、哦。基本上英国女王也是虚位了啊，他就看说谁是国会多数，我就任命谁。针对脱欧的协议。 江神声称，无论是否有协议，英国都会准时脱欧，我脱定了。因此，在野党商讨要透过立法或其他的方法，诶阻止脱欧。好，不过江神却奏请英国女王关闭国会，国会因何休会到休会五个礼拜？此举被认为是躲避国会的监督。对此，英国各地发起多场示威，线上连署反对人数破一百六十万。 希望能够阻挡无协议脱欧，哈。好，依据上文回答下列的问题。英国首相的产生跟直选呢？下列何者符合英国政府体制的运作？内阁制，很标标准准的内阁制。而且你还记不记得，一六八八年那个叫《权力法案》签下去之后，英国的国王就是虚位，权力在谁手中？首相，首相怎么来的？下议院议员选举。 最多数过半数的那个党的主席可以当首相。A. 英国首相由人民直接选举？没有下议院选举，多数党的党主席就可以担任首相。记得要过半数哦，要超过五十 percent 哦。在比英国必须进行国会改选才可以产生首相？没有啊，你多数党就继续当首相就好。像刚才那个梅姨是多数党，他、啊、换个党魁就是换个首相。 多数党就可以自行决定了，不用改选，好不好？选卷花钱的。c 英国首相及内阁对国会负责，对行政对立法负责，行政对立法负责，这内阁制国家的特色哈、啊。在主英国首相可以自行解散国会并重新改选。No. 你知不知道英国的那个国会很特殊啊？它是全世界所有内阁制当中唯一国会议员。 就是立法委员的哈，有任期保障，你不能动它，你知道，所以是有特殊事情，你才可以动它。基本上是不可以的哈。而且你要解散国会的话，这个是政治纷争哦，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政治冲突出现哈。所以这个猪就不对哈，尤其是这个不可以，因为它有任期保障，你不要随便动它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题很明显哦，就是行政对立法负责，我们答案选 C。